请掀开经本，月天子长行第六句看起。出现净光天子，得慈悲救护一切众生，令现见受苦受乐事，下头来。净光天子，他的得法了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为我们提示的是：慈护现露，悲救其苦，令见因果。断恶修善，明真救苦。清凉大师的话虽然不多，但是意思说得非常的圆满。慈悲救护的工作，现在我们一般称为慈济，慈悲救济。许多宗教团体在佛法更是普遍，我们都有这样一个部门，专门呢来做这个工作，赈济一些灾难。这些事情社会也特别表扬鼓励，实在是帮助社会，帮助政府来解决这一些困难的问题。可是这都是从枝叶上来下手，治标而不是治本。现在我们细心去观察，这个社会本末倒置，这事情就太多太多了。所有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，所以这个救济就变成无有穷尽了，变成社会的负担，变成政府的负担，特别是世界上的富强，已开发国家当中，没有一个不对这个事情头痛。如何从根本解决呢？谁都没办法。这些我们细细思维，总结一句话，都是不度圣贤书之过。古圣先贤给我们有很好的教诲，根本解决的方法在哪里呢？在教育。所以教育
才是真正慈悲救护啊！你不教他，他遭到困难，他没得吃了，你去救济他，给他食物；他没得穿了，你去救济他，给他衣服。这个不是解决问题。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啊，救人只是救急不救贫，你有急难的时候，这是应当要救护的啊。贫穷这个没法子，如何解决贫穷的方法？教育。这才是真正慈悲救护一切众生的啊！你看菩萨在这个地方所说的，令现见受苦受乐事啊，现前叫你亲眼看见啊，受苦受乐，你看到这个事情之后，你要了解。为什么受苦？为什么享乐？这个里头有因果啊！你要懂得因果的道理啊！事出世间法。都离不开因果，华严经讲的是五洲因果，法华经讲的是一尘因果，啊，因果通一切法了。我们要希望得什么果报，你一定要懂得怎样去修因，不修善因，想得善果，无有是处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种善因，如果说是得苦报，也没有这个道理，因果决定是相应的啊。世间人迷于财物啊，都希求啊财富，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，有的人得到了，但是大多数的人得不到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他得到的是他命里头所有的，他得不到的他命里头没有的。我们在《了凡四训》里面看到，了凡居士很感叹的说：“说君子乐得做君子，小人冤枉做小人。为什么呢？命里所有的。小人命里有的，用不正当的手段。”干一些损人利己，自己得来的利，人命里所有的，岂不叫冤枉吗？造这些恶业吗？君子心正行正，命里有的他还是会得到。佛在一切经里面
这些事情讲的最多啊。财富从哪里得来的呢？从财布施得来的。众生听了不能接受，不能相信。又不敢说佛说的不对。总是以猜疑的心来接触佛法，所以境界现前了，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，随顺自己的习气，把佛的教诲忘得一干二净，这怎么能成就呢？佛给我们说，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的。财富是果报啊，财布施是因啊。如果供养呢，那个福报就更殊胜了。供养是什么？是用最真诚、恭敬心去布施，那个福报大。布施跟供养差别是在用心不一样啊。把布施的对象看作我们最尊敬的人，这个布施就变成供养。不可以轻慢人了。聪明智慧是果报，法布施是因呐。肯修法布施的人得聪明智慧，肯修无为布施的人得健康长寿。世间人希求的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古今中外，不分族类，不分宗教，哪一个不求这三桩事情？拜佛也好，拜神也好，拜上帝也好，在这些神明面前都是许愿，希望神明能够赐给他，能够得到，这是假的，这是不可靠的，神明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赐给你，但是神明佛菩萨会教给你方法。正如同神明不能赐给你粮食，但是教给你耕种的方法。你会耕种了，当然你就有收获。所以佛菩萨教给我们修因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财布施，无微布施。果报得财富，得健康长寿。三宝用什么加持呢？三宝用教诲加持我们。三宝加持一切众生是平等的，问题是我们肯不肯接受。什么叫肯接受呢？依教奉行的人就叫接受。你能够百分之百的依教奉行，那是百分之百的接受。你打个对折，
异教奉行，那你只接受到一半。佛法对一切众生决定是平等的。中国古老的谚语常说，人存正举，人亡正邪。领导人百分之百的依教奉行，这道场兴旺。领导人不能够依教奉行，这道场自然就衰了。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啊！诸位要晓得，这个话不是迷信，但是很多人错解了意思，错解了就变成迷信啊！诸佛护念是佛陀教诲在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也是经典教诲在保佑你。你肯信，你能解，你能够为人演说啊，诸佛护念你就得到了，龙天善神保佑你也得到了啊，佛菩萨护法神没有偏心的，对哪一个都平等的啊，你不肯相信，你不求圣解，不能依教奉行，那有什么法子？啊，佛护念你，护法神保佑你，你不接受，你还是胡作妄为，自甘堕落，这佛菩萨帮不上忙。我们对于理事都要搞清楚，都要搞明白，身心因果。对于事出世间因果的道理，因果的现象，佛菩萨了解的最透彻，他们真正是修善因得善果啊，那个善是到了极处啊。天王他得的这个法，就是从因果上说的。这是一个真正通达因果理论与事实的人，我们要向他学习。此帮助人快乐，悲是拔出人的痛苦。不是他有能力，他有智慧，他教给我们的方法。你想得乐，有得乐的方法，你想利苦，有利苦的方法，苦乐是果报，有果必有因啊。因果的关键在智慧啊，所以佛家的教学就是以智慧为核心。智慧开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智慧开了，前因后果通通明白了。这个才是真救护啊，真的慈济啊。你知道怎样能够得福，怎样能够
原力灾祸。真正明白，首先在心理上做一个大的转变。凡是为自己利益的，是苦啊，苦之因呐。你会受苦报啊。凡是念念利益一切众生、利益社会的，这是乐之因啊。那么从这里我们就明了了，为什么古大德常常劝勉学人呢？要参学，要参防善知识。参学的目的就是得到一个好的修学环境，闻熏成种。什么时候啊才可以离开这个道场呢？古德的标准是明心见性，也就是说，对于事出事法、因果道理、事实真相，彻底通达明了，你的学业就完成了。彻底通达明了，就是明心见性。没有到这个程度，不能离开善知识啊，不能离开道场啊。道场就好比炼钢炉一样，我们现在是废铁，在这个野炉里头会炼成金刚啊。所以才晓得他的殊胜之处啊。智慧增长，你们现在同学们因为每个星期要讲经，压力很大啊。这个华严经一个星期讲五次，讲太多了。所以你们学这个修学就比较上困难。我们过去在台中，李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经，给我们上一次课，所以我们有非常富裕的时间去消化了。所以同学们在一起做研究讨论，老师上的这一堂课，我们要复习，要研究，要讨论。可是每一天讲的时候，你们就没办法了。所以你们今天是在讲，就闻熏成种。可是有同学在一起研究讨论呢，那个效果非常殊胜。经过大家讨论，我们所听的这个理越来越明白，在研究如何落实在生活上。我们怎样去把它做到？那在我们现前这个状况之下，同学们每一个星期至少有一次自己研究讨论。
那么你所听的这五堂课，你把你的感想心得写出来，彼此互相交换了，这叫同学啊，真正在一起学习，互相帮助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增长自己的智慧啊，所以思根有是我们修学成败的关键，有比思还要重要啊！老师给我们是指路的，路是要自己走啊。有呢，是我们结伴同行的，路上遭遇困难，互相扶助，扶助啊。所以一个人的成就，有好老师没有好同学绝对不会成就，有好同学没有好老师也非常困难啊。四根有的条件具足不容易啊！我过去在台中十年，我们有七个同学啊，我们十年在一起，每一个星期一次聚会啊，我们的聚会是复讲，把老师交给我们的，我们重复讲一遍啊，讲呢同学们轮流啊来复讲，讲完之后研究讨论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定课啊，七个人十年没有散了啊，成就不是偶然的啊，没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人来协助，我们怎么会成功成就的关键在断卧修善啊，断卧修善要从念头上下手啊，断卧不要表现在行为上，那已经迟了，卧念断掉啊。修善呢，要从善念开始啊。有善念，自然有善行啊，这是从根本修啊。而善恶的标准呢，必须要牢牢的记住：为自己的利益是恶，肯定是恶。为别人的利益是善啊，这个是佛法跟其他世间讲的不一样的地方，因为佛法的目的是叫你超越三界，永脱轮回，目标定在这个地方啊。轮回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呢？就是我，就是自私自利，只要有我这个念头，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这个念头啊，变现出轮回。你这个念头天天还在加深，你怎么能够脱离轮回啊？所以佛法的教学第一个就是破我执啊，破我执的落实
就是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打掉，不起心动念在意，起心动念决定是为别人的利益，为一切众生的利益，为整个社会的利益，这样就把自私自利的念头啊断掉了。念如是啊，行亦如是。我们所作所为都是帮助别人，帮助社会。决定没有私心，所以这个世间人感觉到奇怪啊，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做？那人家做嘛都是自己有利益了，你们为什么不求自己利益？实在让他不懂啊，我们这样做自己得最大的利益，什么利益呢？永远脱离轮回了。你们所看到的利益了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事情，我们所看到的利益是轮回以外的事情。这一点要不搞清楚，不搞明白，你自私自利的念头啊，你就很难放下。我们今天读的是这个大经，这个大经好啊，佛家讲的根本法论啊，最直接的，从心性上下手。不像其他这个经教啊，其他经教是说的部分，这是说的完整的全体啊。所以这个里面我们所读到的这些人都是诸佛如来示现的，不是凡人啊。所以我们仔细观察每一个人都是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啊，示现为月天子啊，所以要晓得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啊，自己要肯定，要坚定啊，念念的为一切众生想。行行要影响一切众生，做正面的影响，决定不做负面的影响。整个佛法没有别的，就是个断恶修善。千经万论，无非是教我们明了因果啊，你断恶因，你就不受恶的果报；你修善因，你就得善的果报。恶念没有了，业障消除了，善念成熟了，智慧就开了。所以断恶修善呢，功夫成熟的时候，就转迷为悟。然后你才真正明了，如果我们专是求破迷开悟，疏忽了断恶修善，你能不能成功？一辈子都不会开悟。你所得的智慧，佛法里面叫邪慧，不是正慧。正慧呀，一定是从断恶修善来的。断恶修善是戒学啊。
破迷开悟是定学，是定慧呀。应界得定，应定开慧。啊，定从哪里呢？定从断恶来的。啊，你心里头有恶念，你永远不会得定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你自私自利的意念没有放下，你就不可能得定。啊，定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。无量寿经上，清净平等觉，你没有分。可是你要晓得，清净平等觉是我们自性里头本具的，不是外来的。所以佛法是平等法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一切众生平等成佛。虽然你自性本具清净平等觉，但是你今天清净平等觉不能现前，原因在哪里？自私自利。谁害你？自己害自己啊！与别人不相干呐！啊，与别人不相干，他还偏偏怨天尤人，那就是罪上再加罪。一切吉凶祸福啊，与天人毫不相干呐！谁懂这个道理呢？佛菩萨懂得，凡夫不懂，凡夫总是怪别人。这个大错特错。觉悟的人，明白的人，决定不怪别人。啊，吉凶祸福都在自己一念之间，一念觉，凶灾呀也变成福报，一念迷。福德也变成灾祸，关键在一念。机缘非常非常难遇。开经记上说得好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我们有幸遇到这个机缘，机缘决定不能错过。啊，错过是真可惜。啊，哪些是机缘？道场是缘分啊，这个道场不在乎大小，在乎有没有道风跟学风。啊，什么是道风呢？修行的方法，修行的仪式。啊，什么是学风呢？讲经说法啊，理论方法上的参学，学风啊，道与学的成就，都讲求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学风我们偏重在净宗的奠基。
啊，那么大家都知道，经中有五经一论，好像没有包括华严。可是彭吉清居士给我们说，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啊，它有华严念佛三昧论，啊，所以我们明了，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啊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，他说的话有没有根据？有根据。无量寿经，我们一开端，经文第一句话，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这经文头一句话了，前面那列的是重啊，啊，真正经文头一句话，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普贤大师之德就是华严。啊，我们再看华严经，彻实彻宗，十大愿王导归极乐。啊，所以我们这才明白了，华严经是华严经是无量寿经的注解，是无量寿经的细说。啊，我也曾经讲过，啊，大家要想学讲无量寿经，把无量寿经讲得好，你一定要通达华严，无量寿经才讲得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精华，啊，是华严经最精彩的部分。你要不懂华严，你怎么能把无量寿经讲得好？无量寿经要讲不好啊，那小本弥陀经就别谈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藕益大师、莲池大师《弥陀经》的要解疏钞，为什么做得那么好？他们通达华严。莲池大师的疏钞几乎完全是华严经的架势，啊，这诸位都看得到啊！啊，要解更是精彩绝伦，啊，所以不通华严怎么行？啊，我们今天在此地学华严，就是深入无量寿啊！啊，这个因果的道理我们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啊，世间人实在说，活了一辈子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这很悲哀的事情啊！啊，我们知道一生在做什么，知道今天在做什么，啊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他怎么不欢喜？啊，因见到了，果也见到了，
善因善果见到了，恶因恶果也见到了。我们知道如何趋吉避凶，我们也知道如何帮助一切众生消灾免难。我们要效法诸佛菩萨，帮助这一些众生，一切众生接不接受是他们的事情，能接受多少也是他们的事情，我们不能为这些操心啊，为这些事情操心啊，那你就错了啊，我们的心就不清净啊。但是一定要有高度的智慧，善巧方便，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啊，这是我们的义务啊。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啊，就是为这桩事情来的啊，这个才是真慈悲。慈悲的意思太深了，太广了，我们看到这个名词能够理解多少啊？救护是工作，是慈悲的落实，我们对救护的工作又做了多少？这个是要常常反省。怎样把这个事情做好？不但不能离开经教，而且还不能够离开经常不断的去行唱。四大天王给我们的表法了，广目多闻呢，你要多看，要多听听别人的，然后我们的所作所为才契机。佛法是离机双契，如果你说我弃理不弃机，行不通啊。理论虽正确，但是众生不接受。弃机不弃理，那是罪业。有些人讲经，我没听过，但是有很多听众来告诉我，法师讲经，念一段经文，讲一段故事，讲得很好听，大家听得都非常欢喜，讲完之后一哄而散，这是什么呢？弃机不弃理。他能够逗众生的喜爱，可是得不到佛法的利益，佛经里讲的什么毫不相干，你这个两种，都错了，所以佛教给我们帮助别人离机双契，不但是在讲台上讲经要顾到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思想，
无论在什么场合，遇到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都要礼基双齐。对大众如是，对一个人也如是啊，你才真正帮了他的忙，让他明白事理的真相。他明白了，自然就会断我淫，自然就会修善果。他不了解，你劝导他，他不相信的。所以世尊说法，表演给我们看的，三转法轮，也就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教化众生。三种都必须礼基双齐，这是总原则、总纲领。第一个方式是指示，把事实真相直接地告诉他，但是这礼基双齐，要知道他的程度，要了解现实生活环境，当前迫切需要，你这一说他很容易接受啊。真的帮助他解决问题，聪明的人、立根的人，他就接受了。次一等根性的人，你给他讲，他的精神不能够贯注，不能够集中，他认为什么？你所讲的这个与我没什么关系，也未必是我现前需要的，所以必须再要加深一层，特别关心他，特别劝勉他，他这个才觉悟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里面要加上爱心，这叫劝转呢。你叫对方感觉到，他对我真的关心，真的爱护我，劝不是口头上劝的，口头上劝假的，真的有爱心付出。做学生的人，不能不听，不能不接受。那么我就不就是这种人呢，不是上根呢。我亲近的三个老师，方东美先生、张家大师，以后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他都特别的关怀，特别的爱护。这里头有一番情谊在里头，这么一来的时候，他上课我们不能不去，不去不好意思，对不起他。最初学佛跟张家大师，一个礼拜跟他见一次面，如果有一个礼拜没有去了，到第二天一定打电话来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有什么事情？搞得就不好意思了。这叫劝转呐，劝转是真诚的爱心呐。
不是嘴皮上劝劝，那个不管用的，要以行动啊，关怀他，爱护他。第三种，跟一些烦恼更重的人，你对他关怀，他不知道感恩，就忘恩负义那种法则，自然没办法了。所以佛就示现果报给你看。他看到果报，所谓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，他就害怕了。才知道啊，哦，这个恶不可以造，善一定要修。叫你看到果报。这个是世尊教化人所用的三种不同的手段。果报怎么？果报要带着去看的。看完之后分析说给他听，他懂得。那个恶的果报啊，带他到殡仪馆去看看。你看看殡仪馆那个停尸间的时候，看看那些人的相貌。那么还有不少的是像救济院、老人院，这些地方的时候都带来看看。他才真的有景物啊。不看到事实真相，很难体会，很难回头啊。这些都是佛家讲的善巧方便。你懂得，这才晓得怎样做是契机。利己双齐，我们才能真正帮助人。这个人觉悟，这个人回头。他觉悟，他回头，他就能帮助别人。他自己没有觉悟，自己没有回头，帮助人很难啊，很不容易。只能够做到佛法的宣传工作而已。实际上的效应是很难说的。所以我们不从真实方面去着手，我们怎么修？我们经常不断的去访问不同的族群，看看呢各种族群不同的生活状况，访问不同的宗教，你们的心胸开阔了，增长见识，增长智慧，帮助你将来弘法利生，利己双齐。不是，你了解社会状况，我们认真努力修学，将来因缘成熟了，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都要去看过去方东梅先生教我学哲学，要做个哲学家。要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啊。读万卷书，这是学问知识的基础。行万里路就是今天讲的
观光考察，亲自去看了，将你所学的东西落实啊。所以叫你去观察，观察世间相，什么相呢？因果报应的相嘛。从这个地方去领悟啊，你的智慧才是真实的。你没有见过，没有考察过。这个叫考察，就是实验了。科学家讲的实验，你没有通过实验，行万里路是通过实验，方先生以前还提到，他劝同学们一定要乘坐一次飞机，飞到高空然后才晓得什么自己渺小。把自己功高我慢那个念头打掉，你飞到高空看看地下小房屋，房屋是什么？像什么？像蚂蚁一样。一栋大房子都像蚂蚁一样，那里头人就看不见了。这才知道自己这个身体微不足道啊。为这个身体造业，那就完全错了。可见那个真正做学问的人，真正用功、真正修行的人，他的功夫从来没间断过，行住坐卧都在用功。禅宗讲的观照、照住、照见，从来没间断过。处世待人接物，我们都要懂得。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缘之中，都是修行人用功的场所。那么这个叫真的会用功了，功夫得了了。可是这个功夫培养成，那一定是一个殊胜的道场。殊胜的机缘，我们在这里养啊，养成一个习惯了。二六十中功夫不间断了，所以在勇猛精进，才能有真正的成就。菩萨在此地讲到慈悲救护一切众生，他的方法是令众生亲自见到，这个是做正转，见到一切众生受苦的因果、受乐的因果，那个四就是讲的因果。透彻明白理解了，自己真的智慧就开了。慈悲救济的功德才做到圆满了。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那么就讲到此地。